各位老铁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二水族，看到没有，我鱼缸里面养的这一条淡水白鲳，这就是我以前给大家说的那种所谓的冒牌食人鱼。我一直说这个家伙的牙齿很厉害，看到没有，别挡着，后面的那个感温探头的那个线已经被它咬烂了。现在我们打开鱼缸的温度看看还多少度，16.1度，16度，15度，反正这个是一点都不准了。现在大夏天的，这个里面的温度最起码也在28-29度。看一下咱那个鱼缸缸壁上面都这么脏了，这个鱼把那个感温探头都咬断了，我还敢下手吗？我怎么擦缸呀？这一回大家知道它切蛋鱼的称号不是白来的吧？今天我们要给它吃点高蛋白的饲料，看一下，哇塞，你看看，追着，哎。好，现在咱们放进去。啊，东西呢？哦，还在这飘着呢。咦，没了？我刚才暂停了一下，被它偷偷吃掉了。为什么咱们今天开始喂黄粉虫了呢？因为我买多了。咱们不是之前买的有那个角蛙，买了个黄粉虫，我一下买了2斤，两个小角蛙才4公分，我买了2斤黄粉虫，根本吃不完呀。所以说今天这条鱼就算是捡到荤腥了，今天我要让它吃到饱，继续往里面丢。太残暴了，直接就是一口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？嘿，这个怎么了？好的，最终还是拿下。这次应该是吃饱了吧？我看他嘴巴里面还有一条黄粉虫，没有咽下去，正在努力。